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Music 正在看，我是老郑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歌曲啊，加了一个所谓的戏腔就能一夜爆火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戏腔难唱，但是能唱戏腔的绝对妥妥的大神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实力歌手唱的戏腔都怎么样。黄梅戏啊，我会一小段。来，要不我试试啊？为救你郎，离家园。真就没有周深学不会的唱法。最近很火的黄梅戏《女驸马》选段，周深也唱过。去年在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上，周深就在一个叫《梨园新韵》的小品中学唱了两句。不过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挑战戏曲了，早在2017年，他就曾在综艺《拜见小师傅》中花了24个小时跟小师傅学唱京剧的经典剧目《铡美案》。虽说这唱的还差点意思，但起码是在用心对待传统文化。驸马爷，尽情看端向上写着，金项链的42岁，他转过当朝。驸马郎啊，急急忙啊，谋皇上啊，回关男儿，赵东城啊，杀妻灭子两啊，心丧他彼此恨气，在庙啊，唐将双枝丫，只在了夜的大堂啊上。好，正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